早前，姚笛和池帅曾经被网友拍到甜蜜牵手游三亚的照片，虽然两人并未正面回应恋情，但网络上有图有真相，面对媒体两人也不否认，因此这段恋情变成了默认的事实。然而就在上月，姚笛出席活动谈及感情现状时表示，现在我是一个人，在感情上要求很纯粹，其实我也不避讳什么，但是我也容不下一点点瑕疵，有一点点我就不要了。直至与池帅恋情已经画上句号，虽然已经步入九月，恢复单身的姚笛似乎仍然未从情伤中走出。日前搜狐视频拍到录完节目的姚笛并未继续赶场休闲放松，而是直接登上豪华座驾早早回家休息，除了刚走出录影棚时和粉丝笑容满面的打招呼，其他时候都难见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哪怕是会有应酬，姚笛也成为独行侠。几天后，姚笛与佟大为和另一名友人相约吃饭，也是自己一人面无表情，快步走在前。其身后的佟大为和友人正心情大嗨地聊天，看上去他十分不合群，似乎仍旧沉溺在失恋的感伤之中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网看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